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1月6日，我们继续关注乌克兰战场的情况。今天是星期日啊，按道来说应该战况相对的缓和一些。在卢甘斯克北部战区，这个区域呢是这样的啊，我用星号呢表示这个俄军炮击的地点，用这个菱形呢表示双方有战斗的地方。在卢北战区是以斯瓦托啊，它为这个我们以斯瓦托啊为划界啊，上面这个是北部这一段战区啊，下面这部分是南段，在北部主要是围绕着基斯利夫卡这个方向啊，俄军进行了炮击，在皮夏涅和库泽米夫卡之间，这有个村庄，俄军进行了炮击，在马基伊夫卡这个方向呢，这中间啊是有这个激烈的战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在马基伊夫卡、新沃基亚内这方向，俄军已经离这个 P66 公路很近啊，或者说已经就到了 P66 公路。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据说有比较激烈的战斗啊，俄军的新动员兵据说在这儿损失比较多，但这个无法验证的消息啊，所以就简单一提吧。我们最终还是看双方的控制的情况，因为在现在这种村庄的没有变化，所以我这也还是用老的图。大家要注意啊，在这条战线上，实际上双方的战斗已经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了。在涅夫西克方向呢，这个俄军进行了炮击，俄军呢对这个基罗夫西克啊进行炮击，在基罗夫西克的北端啊，双方有战斗。今天比较特别的是对利曼啊进行了炮击，在这个区域呢，乌军最近的进展很缓慢啊，而且虽然乌军占有一定主动，但是进展比较缓慢。我们接着看这个顿涅茨克这条战线啊，这条战线是比较时间比较长的一个战线了啊，双方的变化也不是特别大。在比洛格里夫卡方向呢，这个双方有战斗啊，这临近这地方，在上米扬卡的南端啊，俄军进行了炮击，俄军也炮击了塞菲尔斯克和上米扬卡之间的这个村庄。上米扬卡南端啊，这个村庄实际上已经被炮击了多次啊，并且在这儿也有战斗，在这之间的村庄也有战斗和炮击。这个划清界是索雷达尔，索雷达尔本身被俄军进行了炮击，然后在巴特穆斯克有这个战斗和炮击，巴赫穆特呢也被这个炮击。我们应该注意到，昨天我已经说了，在巴赫穆特的南边就贴着城郊这块有激烈的战斗和炮击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说俄军的态势略微好一些，在库米久夫卡这个方向呢，俄军也进行了炮击和战斗。这个在它的下，在下南部啊，也有战斗。在格尔洛夫卡的正北方向啊，有这个战斗和炮击。大家老说这个战场是个打卡战场啊，就是每天进行着同样的几乎是同样的事儿，双方反复争夺。从这控制区上来说呢，变化不大。现在，下面是顿涅茨克市旁边的这个战斗情况。顿涅茨克市在阿瓦迪夫卡方向进行了炮击，在匹斯基方向进行了炮击和也有战斗。在克拉斯诺格夫卡方向啊，这个俄军进行了炮击。马林卡方向呢是有炮击，并且也有战斗。在顿涅茨克这最主要的四个方向啊，这个依然是有战斗和这个炮击，但是双方的态势变化并不大。这个应该说呢，这个区域双方啊都是后勤上啊都能有所保证，所以在这个地方双方的实力呢，怎么说呢？应该是说他能得到及时的补充，没有一方啊处于明显的劣势，所以这种战斗呢就比较焦灼，他没有说，哪一方有相对大的优势，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扎布洛热方向的战况。扎布洛呢，实际上跟这个大家可以看，这跟刚才的顿涅茨克是连在一起了啊。这是马林卡，马林卡下端的这个诺摩米斯克、涅夫卡这个方向啊，进行了炮击。这个地方是最近啊战斗比较激烈的一个方向啊，在马林卡的下端，在马林卡的南部。啊，另外一个热点地区就是弗雷达和帕夫里夫卡方向，啊，这个双方反复争夺啊。我们说了，前段时间在这个区域是俄军最先采取的攻势，但是，乌军的反击还是比较快的啊，反应也比较快，在被攻击以后呢，很快就组织这个部队在这个方向进行反击，啊，并且确实也把这个失去的阵地给夺回来了，在它的西侧是新乌克兰卡下方这个村城镇的这个俄军也进行了炮击，在大诺夫尔卡方向这个俄军进行了炮击啊，普里尤特涅的西侧啊，俄军进行了炮击。啊，这个沿着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眼，这基本就是一个这个东西走向啊，这个一条比较明显的一条战线啊，在扎里尼兹涅方向，这个俄军啊进行了炮击。今天啊，在这一段啊，炮击的地点相对比较少，战斗地点也相对比较少啊。另外就是在谢尔巴基的西侧啊，进行了炮击和战斗。这个大家可以参看一下昨天的情况，实际上相对来说战斗是比较，战斗是比较少的。好，下面我说一下这个，赫尔松地区。赫尔松地区呢，在新米扬卡方向，这个几乎是天天啊，俄军在这个方向都进行炮击啊，然后在它的西侧啊，博罗金西克的西北方向啊，进行了炮击。靠近这个斯尼夫瑞夫卡这方向啊，我们可以看一眼这个区域，这是在西亚斯利维房间啊这个旁边啊进行了这个炮击。今天啊，赫尔松方向的炮击啊非常的少啊，在布拉格达特涅方向啊进行了炮击，在这个西侧的炮击就很少啊，上面就是整个这个战线的情况，啊，今天来讲呢，没有什么感觉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战斗情况啊，我们可以在到时候，我估计在明天看战损的时候，可能会相对比前几天要收窄一些啊，毕竟是周末，它的战斗没那么激烈了。好，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